阿姨，这个人不是要针对老家，伊是要针对我。文雅，是什么人要针对你啊？这个相片里面的人，有一个是当初我回来台湾时阵去金牛找我，要再去咱老家租厝迄个司机。另外一个人，伊嘛咧现场，伊就是胡文杰助理孙组长。你讲煞了，发生什么代志？我想，我无需要讲一遍啦。明明我拢处理好势啊，伊哪有这个相片？按我认真讲起来，孙组长也是听命行事。我手中有寡一个证据当证明。你讲安排这场车祸，想要夺我性命的人，就是王文金。文杰，敢知是嘞？看人啊，都爱看好金角，看好清楚。啊，若无安那死的，拢唔知。即摆大家总算知影哦。恁饲的并唔是只忠心的狗，是一只会咬布袋的大鸟鼠啊。无，你是讲啥？你伫董事会闹袂成，闹到你家己满面全头花。我哪里哦，早就见笑死啊！等你好好反省，国会议事一日才唔走。文雅，要找这款证据，唔是一工两工就找得到。尤其是这车身的号码，无用这款时间，根本就提袂到啊！那你想我这段时间，你拢无跟我讨论这件代志，根本你是在哄我。那是你认为讲？我袂公平来替你做主，爸，你误会啊！我买这两天才调这份资料的，甲大家同款。当初看这份资料时阵，过人讲起，我情绪受了真大影响，才无找爸讨论。资料是虾米人给你的？当然嘛是我。我伫咧想啊，这个车祸疑点才尔啊多，还是安怎拢抓无凶手啊？结果我一日甲查落，我才发现讲啊，这疑心唔呐，是干那会当生暗鬼呢，佮会当直接聊着暗鬼啊。文耀啊，陈忠信凊彩给你一挂证据，你拢无怀疑，你着相信啊。虽然讲啊，你甲李文杰之间相处的时间唔是真长，啊，不过伊是安怎为着咱这个家的付出？是安怎为着咱永兴集团安尼尽心尽力，感觉你拢无看到？爸，我就是因为知影文杰啊，对你、对永兴集团偌重要，所以真尽心来看待这个代志。一直到昨，陈永兴传一段影片给我，我才真正相信，原来迄场是要大造性命车祸，无话技术者，真正是文杰啊。这影片等下，恁主任都会看到。你莫甲我讲这什么影片，甲你有关系呢？袂歹呢，我感觉你真正变巧啊！你知影我陈忠信能力有偌强啊？人咧讲哦，医生惊低烧啦，土水惊掠老，啊这小鬼也惊啥，你知无？
惊我陈忠祥。王金，你会惊我无？你即马是毋是脚底感觉有一阵冷风甲你扇过？开始感觉前途茫茫渺渺，暗淡无光啊！你哪跑去死死的哈？陈局，你这种人哦，我跟你讲，你就算死啊，你也无鬼头做啦！唉，唔通安尼开嘴哦，就纠缠人去死啊！都是恁讲我卑鄙哦！我跟你讲啊，《孙子兵法》里面恰恰用了一个兵书，叫做“神战者”，意思就是用兵的高手。这商场啊，如战场啊，善用兵器去打击对手，上界关键、上界脆弱的骨折，就是上好的战术。恁在出暗波，我就直接用恁的人拍恁的七寸，我什么代志都唔免做。永兴集团这个大条，我直接就喊我断啊！这就叫做神战者，老毕，你捌人捌？神，你嘴皮干净！不要，不要！我要看鸦片，你帮鸦片我看。我又点完了，等他就走了。所以我看每句话吼，老公白穿哦，我都无好买啊。是向技术你记载罗文尧的，是永兴集团哦，黄金特助技术的。规个车祸的过程，敢拢是黄金设计？是啊，伊甲我讲哦，要车祸甲合理哦，上好去找较偏僻的所在啊，四周围拢无监视器的小路啦，啊，佫安排哦一台水车来挡路，佫安排一台车吼来弄我车尾啊。你敢有下命令，讲要提罗文尧的性命？这我唔知啦，你别问我啦。伊哦，家口特别交代讲哦，一定要爱有借口哦，赶紧落车啦。啊无哦，我哦会死啊，真惨啦。拜托啦，请你手洗两关哦，帮我一条生路好无？我出来啊，无叫我照顾，我嘛真头路烦人的梦啊。我真正唔是要害人的意思啦，拜托啦，我请你拜托手洗两关，拜托啦，拜托啦。姐啊，我敢冤枉你，即摆人情拢有啊，感觉阁是毋变改，即条车我甲你无关系。不怪，阮爸叫伊调查拢无结果，我真正想袂到，你看个遮斯文、好气、仁慈的人，那是杀人诛庙。阮去毋是跟我迄款人，无毋对。文瑶，陈长顺在塞隆里，你莫让伊骗去。这个对永兴集团，还佫对爸情失踪，对咱厝内底人嘛拢真照顾，这真是误会。我嘛希望这是一场误会。毕竟这段时间，有阮姐啊，甲斗相共真济。不管是讲事实，还是互你愿意接受我这件代志，所以真正想无，姐啊。是安怎要夺我的性命？你是安怎要安尼做？敢讲，你对罗家死忠拢是假？安若无，你若想要伤害罗家子孙，无可能。这个是真心的，这点你绝对袂当怀疑。敢讲我的性命就无重要，我就无应该追究。就因为恁家的感情无够深，这件代志我就要尊重说。你的意思呢？刚刚你也认为我安尼做真过分？这个车祸是我设计的。一刀剁了碎，明宇这个囡仔也是有机会当个救回来。文瑶，我看你一句是的。拜会之灵，我袂相骗。第四。
是啊，怎么要安尼做？我只是想要甲伊吓惊，希望伊唔通受过苦涩，等来老家就会当上游。也毋过我绝对无要伤害伊的性命。想要甲吓惊，超好的一条，安全嘛得个。你讲你大概吃弄一届，以后我想要弄第二届，根本就是要死。无啦，拄仔叶平顶块毋是有讲，迄司机讲文杰无叫伊去弄死文瑶啊。啊，人们是讲，若无今早伊无法度保证伊的死活，这就已经真明显啊。你真正要害文瑶死？大叔爹，我现在你出庭。陈嘉义，回家这几年，在外面流浪，有外可怜，你不是不知呢？啊，我才回来照顾。是倒位在害着你啊！现在三十年来，都是你陪我在找伊哦。你明知影讲，伊都袂输是我的性命同款，今日要甲弄死，你阿爹不是等于要害我的命？是的，别跟我说。我叫你相信你呢，我把你当作是我自己的兄弟，把你当作是我的亲人，我是倒位对不起你啊！我敢让你受到你老的委屈，我是这个公司的大款我拢放给你，结果呢？到底想要弄死我的亲骨肉？你是安怎变来做？你老实讲，你是安怎变来做？你是安怎变来做？是你，是你，你唔讲，你唔讲，我就拍甲你讲，你。爸，较冷静，较冷静，无去伤身体啊！你先坐落来，坐落来。哎，英啊，你是真正唔知影，还是咧假先啊？黄金准我食着好单药啊，伊嘛唔敢大主大下家己一个人去做出这种。害人命的代志呢？这赌伊啊，伊是为着伊的大小姐老虎米啊，要分忧解劳啊。